那上一集觉得没有自摸，错，六五六二四六 ，OK。有时候牌啊，进张出张两个人打，进出张很重要。好的，决战北方北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庄家燕尾的牌。好的，验货，验货，验明正身。燕明的20500的奖金，来，燕尾请出菜。那我好好想。可以可以，慢慢想。这么好，你慢慢想。八条。一张错你就错了。哦。九条。九条。哦好。两张错。哦没有。还没啦，还没打，不要吓人，不要吓人，不要吓人。想太久，糊了。压力很大。您别这样，您别这样，没事没事。他吓你的。还这么好，怎么打？一饼。啊！打坏了，5万打坏了，太好了，耶！啊！4万。三桶啊！哦，好险。3万。吃吃就吃嘛，吃一张什么了不起？哎，我刚刚是怕他吃不到啊。10000，这种牌，就是高的会抉择。7条，吸口气。7条，再7条，对，你摸来的了。哦 ，two， 3万，不要，鸡 ，jack， 要，2万呢，1、2、3，2条。7张啦，7张。八饼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下车下车，八饼都没打。起来看吧。我好紧张哦。什么东西？啊？什么人？这种牌怎么可以这样打？要不然。来，没事。下下你。可以不换牌？我不行换哦，5万。他打过5万。我知道了。剑，剑啊！等一下我。啊！放下我。来，干你的。8万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哇，我这牌若换的话，糊不到嘞。没事。不是5万吗？对啊，我可以退卡8万。也是啊。怎么样？8万。哇，好紧张哦。Yes。起来，有没有？你不要的，几条？你要不要换牌？你要不要换？不换啊。不换是？倒下来。演牌。看谁长，手比较长。25饼。你25饼。4000万。7万。哦，都差不多多哎哈。对啊。25饼。开我。卖这么快啦。这样子，好，淘汰，强摸淘汰，哇，几率一样哎，好，我们给观众看清楚啊，好烦哦，很紧张，哦，哇，25饼跟47万，来，接，7万啊，可是也有2饼，没有4、7万都是他先来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哇，哎呀，这个好重要哦。来的拍，我们输太久了，真的不能再输了。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恭喜燕尾卫冕成功，那我们守住了奖金。好，不容易。谢谢。